被教育就往前走，我一直在你身后，自信点不要低头，所以我陪你就够。不管哪个距离，我们就很默契。Keep your eyes on me， 你就是我的 solology。哎呦，大哥 ，Your bleach is fire。哇，谢谢。嘿嘿，你坐这里吗？嗯，在这里吗？我还没来过哎。Hello，Hello。Girls are crying。 这里真的是应有尽有啊！我们要搭出风格，真的就是搭出最帅的新风格。这个挺帅的啊！这个帅吗？很帅啊！工装裤，哎，这马甲也很帅。哇，军训的时候哎，这个马甲很帅，军装也可以。这个马甲可以系一下。哦，这个得拿下。哪个？你看，这个就有螃蟹，这个还可以。人吗？哇！哇！这啥呀？哇，这个很好看，这个很顶的，很好看吗？这个艺术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就这个。有没有墨镜啊？那你有没有墨镜啊？墨镜。对。浅的有吗？浅的也可以，这可以搭个港风哎。对啊。港风。先放在这里。这种。可以。我去看一下裤子啊。可以 fashion 裤子，来条阔腿裤吧，宽松的阔腿裤。要不要来个人字拖啊？这太短了，不行，要找一条那种，最好是一个喇叭裤。对，是，然后扎起来吧。我们可以改装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还给你拿剪刀剪的。怎么改装？我跟你说，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买回去之后，把这儿给你剪开。但是这个太短了。要不要黑色的？我觉得拿条黑色的吧。黑色的啥？黑色的，你喜欢的阔腿裤。Girls are just hallelujah。现在很危险，重要警告你，警告你，怎么不知道 ？You know， 为难小孩。哎，这条是觉得拼接裤有点。这条可以啊。这是要纯黑的吧？这个模特自己有什么想法吗？没有想法，你们搭吧，相信我们就对了。这个可以，但是不酷，这有点不酷。你说那个牛仔裤最好，这是要黑色的呀，这个蓝色不好看。我们要隐形眼，对，要隐形。隐形的话，你看，这个很丑，你试试这个腿，你试试这个腿。这裤腰太大了吧，我感觉比我腰还大。这条这也不错，这条可以吧？满意吗？哎，这个还可以，这还可以，这还可以。会不会有点短？没事，不会。你确定吗？啊，有点短，就是要把鞋都架在这里了。那没办法了，这个最长一条了，走吧。我给他找一件白色的长袖。找到了吗？刚刚没找到长袖。只要找不到大小花的也行，找找。你拿过去，拿过去。拿到哪儿？拿给马哥。你觉得这个颜色好看还是这个颜色好看？马哥。好看吗？感觉不是特别好看。不是特别好看，不行，这样赢不了。但这个衬衣是好看的，衬衣是好看的。这个衬衣必须啊，因为我们走的是港风。对啊。哎，我想起来，我里面穿了一件长袖。嗯，
我说我里面穿了一件长袖，真的吗？白色的，你要给我吗？其实你看我这个就很帅啊。也可以啊，马哥。那我们是不是只能穿买在这里买的衣服啊？对，可以的话，是这条吧。皮带我觉得可以选一下那种，系上之后还可以露出来一条的那种。可以，这边有，我看一下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刚看。我躲一脚。或者两条拼，没关系，可以拿那个别针给它别上。那就买两条，拿两条。哇，别的颜色，军绿色其实好看的。军绿色可以，拿条军绿色。走吧，我觉得我可以去那边看一下。可以。但我很中意那个。买单吧，刘大款。嗯。买单。我还想买个这个，好帅啊！这个戴上也很好看。帽子吗？我爷爷喜欢的那个。这种吗？对啊，我看我看我看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你可以吗？可以。但是那种，然后穿了这个衬衣，哦，可以了，快了快了，快有那味儿了。这个呢？这个不太对的味道。怎么样？满意吗？可以，还可以。确实不错，确实不错，不错不错，确实不错，可以可以，确实不错。多少钱来着，阿姨？225。好，走吧。谢谢，阿姨。我去隔壁看一下。说实话，我志在必得，实至名归。哎，有小卖铺哎。先去那啥，不然去超市。超市。我要去超市，待会再去吧。好吧，我们先去把东西买完了再去吧。好。嗨嗨，哇，这看说的衣服，干嘛？你看他们身上拿的那件，他们穿女装哎。这个暴怒猴子好好玩的样子。我想继续逛一下。不行，没有刚刚我们那些有特点。去看一下。哎呦，这里感觉多一点，买早了，没关系呀，不要否认自己。怎么了？一定不要否认自己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不重要。看到我没有压迫感吗？但是，哇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可以啊。哪个？这不是睡衣吗？哎，把那个穿在这个里面。这里面？对。别穿啊！简单穿，别穿就中了。穿在里面还看得到里面的吗？看得到呀，就只看得到这里。对啊，就要那一点就行了。相信我，相信我。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加油。皮鞋考虑吗？皮鞋太丑了，这里的。我刚刚就想给看。那他那个港风哎。但我选的是牛仔裤啊，如果选的是西装裤就可以搭皮鞋。牛仔裤搭皮鞋不是很丑吗？要不然给他搭个拖鞋吧。他们怎么在这里啊？差不多了。这个你觉得怎么样？上不了台面。那你想要什么吗？就穿自己的鞋不就好了吗？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那可以啊，那可以，那太好了。我那个多线裤啊，用我的吧，还是。这样你们俩拖鞋一脚一只好了。啊，太奇怪了吧。马哥，我要穿你的。我的什么来着？我们可以在泳池里展示穿马哥的拖鞋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每一组拍出来一组那个照片，然后给大家看，让大家评选。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可以的话，我现在就挑我的第二套了。哎，我要是有黑色就好，但绿色真的显得有点……但这个真的有点帅，我说实话。把它染成黑色的，那先选上吧，回去再说吧。这个也要吗？这个要这个吧。这个有不一样吗？嗯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这个要……哎，再搭个包，军绿色的包。这个包一来就截然不同了，感觉。你看这个包怎么样？可以啊。跟颜色一样。哎，看哪个包啊？一样的。走吧，
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我们已经胜利了。我觉得我们已经胜利了。胜券在握 ，Thank you。不是，这还要比吗？这还需要比吗？我真的觉得不需要比。这个皮带挺酷哦。哇，红色的，那这个也可以啊。挺酷的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12块钱！哇哦！12块钱吗？12块钱还可以接受了。买了真的。我们做吧。我们西瓜给他做，给他削一个。给他做个礼物的话，我们丁哥是那种他也不能给他玩虚的，就必须要给他买看起来就很好的东西。可以，但是只是看起来，我们就是外表好看一点就行了。谢谢。要不要给他买个蛋糕吧？我比较好看的。想想。哎呀，丁哥绝对没用过这个，非常舒适的搓澡巾。南方人应该很少有人用过吧？我小时候经常被我妈按在地上搓，太痛了。哎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搓澡，开玩笑。哎呀，这个，丁哥礼物找好了。嗯，这没什么东西。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买做礼物，买个烧烤酱，不知道为什么烧烤酱干嘛？就是想买。钱多了是吧？4块钱还挺便宜的。哎，给他买个车吧。买个车？车车。他乍一看就输了。劲爆跳跳糖。他说我怎么可能做这些？不，这是跳糖哎。想想他需要什么，你不觉得很酷吗？给他买个遥控车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加特林泡泡枪。太尬了。帅轩，哎，还得给丁哥挑礼物呢。挑完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搓澡巾。什么？给丁哥买了个搓澡巾，他肯定没用过搓澡巾。你用过吗？我没用过。你看吧。我聪明哎。你用过吗？不用过呀，北方人谁不用搓澡巾啊？对呀、啊，丁哥搓澡不是，丁哥你我帮丁哥搓啊，不是，走呗，走了吗？不搓逛逛？给丁哥买个拖把吧。啊？什么样的拖把？都可以。给丁哥买个马桶垫，这样他上厕所的时候就不会凉了。其实给丁哥只需要买一个盒子，在里面放几百块。你好聪明，但这样丁哥是不会开心的。他肯定喜欢遥控车，我跟你说，他不是喜欢玩遥控车吗？买了好几辆。也可以，但遥控车好贵啊。给他买个这个吧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可以。然后他转手就给小宗。对啊，是不是已经赢了？你只要转手就送给他的外甥，是送给小粽子，对，他肯定就会。不过我们给他买这么好的有什么意义、啊？可以得几张卡呀、啊？走，没必要，买个这个便宜的来，便宜的点，哎，算了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这么贵，只有一张卡。如果一人三张卡，我可能会考虑一下。75，但是这个。75，有个小一点的，小一点75。那给他买个小一点，这个吧。它值这价，1到18，它20。给他买这个吧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比78还贵的话，我就不要。79。79。哎，那个应该便宜。75，这个吧。就要75。啊，这个很酷啊，但是。那就这个吧。
但是这个79，这个才75。既然我们都选择买遥控车了，也不在乎这几块钱了。反正是买268的，太贵了。也不是的。哎，我们 AA 吧，要不然。AA 75块钱，我操！这么多东西，哎、这一堆。哎，谁给你？快走！我好亏啊！那我的钱都用完了。主要是我们没钱啊。嗯。我们能拿这个吧？这也太……他一定很想自己看见霸气。他说：“嗯，我还需要这个。”没点瓜子。这个给他买个瓜子还行。嗯。走吧。AA 吗？真不 AA 啊！肥肥胖胖是太阳。走了走了，买完了。肥肥胖胖是太阳，刚刚是身高。要不然一人两张卡吧，丁哥选的话。但我们这也太贵了。我买了个遥控车。挺多的呀，我觉得。一人两张卡，而且你那也只有三个人，三个人就是六张卡，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得两张卡，就是赢的那一队得两张卡，对不对？不然我们太亏了，我们买了好多东西，你直接给一张卡，好吧？只有我们这队啊，对，顶多不可能十二，对，顶多今天就花十二张，走吧。那就开始挑吃的了。那个买个这个，家里都有。嗯，家里都有，谢谢。没了，吃完了。你要买，你买呗。没有我想吃的味儿。哎，其实我们这样吧，走秀的时候买串吃的，放在那，就是大家要吃的话，你真厉害。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观众们的？我觉得瓜子更好一点。我也觉得。那买个那个果盘，那你这个就退了吧。啥呀？待会给大家一人分一个。对，这个大家一会儿一人分一个，就是大家要这样喝，才能尽显高级，就显得我们是很完整的一个团队。我们是对，很亲民的。不仅让你体验到了，就是说眼前一亮的感觉，也让你就是充满了非常快乐的一个心情吧。那买什么呀？不正好呀。没有果盘啊，我要现在要找果盘了，一定要切好的那种。我问一下，我们现在呢准备那个，准备在我们走秀的时候在下面放一些果盘，吸引一下大众的这个好感度。有必要吗？对啊，我觉得有必要。我也觉得有必要。啥呀？咋了？那我去买瓜子，你去买水果。好，可以可以。雅轩刚才去买水果，我去买瓜子。我去买零食。焦糖味的最好吃，好像没有焦糖味，焦糖味瓜子被抢完了，奶香味也好吃，小辣棒，来点。你现在是在给自己选零食，还是在给观众？肯定是给观众啦。那你怎么掌握观众的口味呢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已经买好了。买了个大西瓜，到时候切出来就很多。这样怎么样？可以，我觉得够了。我觉得够了，可以。走。三星又去干嘛了？你知道吗？三星呢？他总是能消失。你我们的敌人就能过。我今天看这些都没有兴趣了。我小时候好喜欢吃的东西。对啊，五爷好多鱼。 I love you。 别穿了别穿了，你买啥呢？这个很好啊，这个可以加到果盘里。好
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走吧，结账。等一下，这个其实很好吃。刚才说吗？这个果然吗？这个特别好吃。没有这个好吃。在哪？很想吃这个，你相信我了，你买。谢谢。你会很喜欢的。You like it？ 老马，看看他那果盘的味道。啊，那那个，这叫果盘。谢谢。这个吗？再往左，再往左。这个白色那个。这是盛饭的吗？那个大很多。这个吧，要不。哥，哎呀，肯定白色的呀！怎么这么可爱呀？买三个，我觉得是得有1000块钱。怎么可能？没必要，就给我们血亏。走吧。我那会儿跟那个售货员讲价，跟那个扫描机器讲价。我们真是太不要脸了。走吧，乒乒乓乓和第二张纸要那种鬼乱飘飘的小不重复性。我们怎么回事啊？明明来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是空着的。啥是空着的？明明来的时候它还是空着的。怎么现在怎么这样？你坐我前面，你不要再这个吗？你的手关机的手捆住。冰糖。我要监督你了，真的，我们赚了真的亏死了。我把他手给他捆住，让他拎这个，来拿着，左手拿这个，右手拿这个，这是啥呀？我操，水果，走这边吧。你走吧，你想拿雪糕？我看着，买个吃吗？我看一下，这千层糕很好吃。不是 ，No， 大妹。很多的吃不完。嗯，走吧，付钱。走吧，付钱。你绝对是给你买的吃的，我看那条都看到了。那个，要不要买这张？这个令。我们赌一下嘛，我觉得有。买瓜子了的我们。啊？买了瓜子的。这个好吃啊。自己包的。那你买一包。我放回去吧，我去装。拿一个吧，就拿个象棋而已。好嘞，要不然感觉现在低是吗？过七百直接超过。嗯，我们这两天赚的，一笔就没了。谢谢。我拿着吧，还有这个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单。我拿。啊，你拿你拿。啊，你拿展示的机会。不，你拿，你拿了个西瓜呢。走吧，回家了。我们拿的像是出来买衣服的呀，那我们怎么拿伞呢？不拿了，走吧，上车吧。我们的车，小心点。完了，我的个车，这是我们车吗？这是我们车。我们比飞弹上比马，世界那么大，破胜不破会化作天边的晚霞。